心里头念佛的人，只有一句弥陀，一直念到底。啊，念到哪里？念到往生极乐世界。在极乐世界修什么呢？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没有改变的，没有丢失。啊，念到什么时候？念到等觉菩萨，你真的等觉了。最后的那一品，生相无明习气，断干净。这个时候，长吉光现前了，十报图啊不见了，自然不见了，长吉光自然现前，那就是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。啊，这个时候圆满菩提。楞严经后头加了一句，归无所得。你得到了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。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就是圆满的真的啊，自信圆满的真的，再没有丝毫障碍了。啊，智慧的能神通广大，真正无法想象。